先看视频。今天是我做中视频伙伴计划的第三个月，总收益是6万多块，这份收入总体来说我比较满意。看完之后是不是很心动？人家做中视频三个月赚了6万多块钱，相当于我们一位普通人一年的一个收入了。那这一期视频我就教你们怎么样拍视频也能实现有收入。这期视频非常干，我建议你们先点赞收藏，之后再慢慢反复的观看。你们在拍视频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拿着手机这样子拍视频的？如果你是这样子拍视频的，那你的视频1000%是没有收益的。那该怎么样拍才有收益呢？首先第一点，你的手机录像的时候一定是横屏拍摄的，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一个16:9的。那这样的视频拍出来的话，它才会可能有符合那个收益条件的一个第一点。视频拍完之后，你是不是直接着急的在抖音里面点这个加号上传了？如果是的话，那你就错了。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视频拍好之后该怎么样上传才有收入。拍好之后先不用着急上传，点击右上角这个放大镜，然后输入中视频计划伙伴。输入完之后，你看这里会出现一个中视频给分成，点进去之后根据它的提示，然后我们就慢慢的可以看到它显示的一个画面。这里它会出现没有西瓜视频、抖音、今日头条、中视频都能分成了，然后你们点击立即加入就可以了。在完成加入中视频的申请之后，接下来我告诉大家怎么样绑定你的抖音号跟西瓜视频跟今日头条绑定在同一个一条线上。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在一个平台上发视频，就能在三个平台上同时显示了。看我怎么操作。一样打开我们的抖音软件，点击右下角我的，然后点击上面的三条杠，点击三条杠之后下面有一个设置，点开设置，这里有一个账号与安全的，点开账号与安全，这里有一个叫第三方账号绑定，然后再点开，点开之后这里有一个今日头条西瓜视频，然后你点开之后按照它赞成的一个提示去绑定账号就行了。如果你也跟上我操作到这一步了，那说明恭喜你，你距离发视频有收益的话就已经完成60%了。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样发，在哪里发才可以发一次同时在三个平台都显示的，跟着我的操作一起来。接下来上传视频，我们只需要在西瓜视频里面上传就行了。点开西瓜视频，这下面的话有个叫发视频的，点开，点开发视频之后，这里有个上传视频，点开之后这里有一个你刚才拍好的视频，把你拍好的视频点击，这里下面有一个导入，导入完点击下一步，下一步这里就有很重要的一点了哦。然后把你基本的内容标题输进去之后，这里有一个原创内容，一定要打上这个原创内容的开关，打上之后 OK。 下面这里看到没有，往下面呢，这里还有一个更多的哦，点击下面更多，这里的话还有一个按钮就是同步到抖音的，你要把这个开关点开，点开之后你把东西都填好了再点击发布。按照我的操作在这里面发布的话，基本在接下来西瓜视频、抖音还有今日头条就可以同时把你的视频内容显示出来了。如果你已经坚持看到这里了，那恭喜你，接下来你只需要等待你的视频有播放就有收益了，也就是你只需要数钱就行了。这就是全网保姆级最详细的发视频赚收益的一个教程了。看到这里了，记得别忘了给老弟点个小爱心哦。如果大家对发视频赚收益还有哪些疑问的，欢迎评论区里面交流。